俄羅斯亦都表示留意到特朗普正係入禀挑戰點票程序，認為係合適嘅做法。認為合適嘅做法係等官方點票結果出爐之後先至回應。克里姆林宮重申，總統普京多次表明準備好同新任美國總統合作，期望同新一屆政府對話，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。